网红纪安带着阿嬷在台上跳舞，展现自信笑容。过去经常在网络分享和长辈的趣味互动，纪安最在乎的还是阿嬷的身体健康。得知国民健康署推出长者量六例 LINE 官方账号，立刻下载要帮阿嬷评估。在做检测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身体如果有异常的状况的话，随时呢都会有那个、他们会发送那个退照资讯，然后让我去赶快去帮阿嬷做照顾他的身体状况。长者量六例 LINE 账号刻意放大字体，还有图片说明，让长辈操作更便利。另外，今年还增加小游戏、即时问答等互动体验，帮助长辈增加健康常识。而且，一只手机可以注册五位长者，方便家中子女追踪多位长辈的身体状况。当你量测有问题，上面有很多的资讯，很多的卫教可以协助你，甚至于你如果评估出来有哪一项有问题。上面都有一些地图，可以帮你协助你去找到需要协助你的地方。长者量六例可以评估认知、行动、营养、视力、听力及忧郁等六大身体功能指标，发现异常能够依照卫教资讯寻求改善，为长辈的健康把关，延缓退化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